子君がアッケーがなったら二人別れら一個アッケーやめやこれが権力言われこん大夫世界乱成一团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自己的幸福在哪里。阿伯嘞，我讲啥？阿伯去哪里了？你早间都好命嘞。阿伯，我哪里有六千块？我哪里？我去旅游，我都爱捡垃圾多啦。我一捡个卡都碰到，我就流走啦。好，你吃紧吃紧啦啊！我找到阿伯啦。啊，我无用啊！你看下这个牌啦啊！新中产阶级房车，米兹比西 All New Lancer。